So there's a major art scene going on here in Beijing, and I'm hanging out with some pretty amazing artists. So this is a character that you created called Beijing Wawa. Beijing Wawa, yes. Beijing Wawa. He's a character. 有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，需要喝酒了，需要抽烟了，但是知道不好，但是也要去做这些事情，有时候自己很难控制，对这个世界很难把握。就是，但是呢，我们还是要生活在地球上，有时候也需要享受一下，所以我这是从一个单纯的一个个体来表现更大的范围。这个我本来是想画一个新娘的题材，但新娘虽然是一个出嫁很高兴的事情嘛。 但是它有时候也会觉得有很多问题是。我们小孩生活的一种理想，但是我们长大之后的一种青春期的一种理想，我们要感觉到这个动作是我们最理想的一个画面。 理想在哪儿？在远方，永远不知道在哪里。Chinese movie star， 1980年，怎么说？1980年。当时国外的电影还没有进来，只有这些每个人都会看这些电影。当时我们从文革刚刚结束嘛，我们重新树立起一种理想，所有的理想都在这个电影里来体现出来了。 到现在，我每次回想起来，我应该做什么，应该干什么，总是想起来的不是我的想法，而是这些电影的想法。I know it's a very simple question, but I just you know, like, what is it like to be an artist working in China, in Beijing? 现在跟中国的老百姓交流可能更难，虽然我跟他语言不通，但是我跟一个外国的艺术家说英语，说其他语言艺术家，我们很容易就交流，比如跟他很容易就交流了，但是我要跟一个中国来了一个人交流。 Okay, well, thank you guys so much for having me. It's really amazing, you know? Thank you guys.